安吉渔村，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。渔村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政府驻地西侧，区位优势明显，业态资源丰富，有良好的创建基础。2021年，安吉县按照浙江省未来乡村创建行动部署要求，聚焦一统三化九场景创建目标，对标省未来乡村成效评价体系，落实落细渔村未来乡村创建示范工作，积极推动公共设施、便民服务、智慧平台等场景全面提升。2022年4月，渔村被列入全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。在数字化改革1612体系及未来乡村139顶层设计的引领下，渔村围绕勇当绿色低碳发展的探路者，加快建设共同富裕绿色样本重大使命，以绿色经验赋能绿色发展，创建乐游型未来乡村。在渔村，我们的美好生活时时刻刻正在发生。我们迎着清晨的阳光，开始新的一天。看见孩子们的未来有更多可能，惦记家人们的身心冷暖，我们阅读探讨关于未来的遐想。把放错的资源重新归类，为长者呈上热气腾腾的生活，给成长增添更多能量。让村民们有施展一技之长的空间，在绿水青山中发掘金山银山，和邻居们共度欢乐时光，为每一个安睡的夜晚默默守护。就是我们的渔村，以未来乡村的全新面貌展现在世界眼前。安吉渔村，未来原乡。